Hello， 好紧张啊！今天做一件大事情，我给我师父崔若卓大师过生日宴，趁他朋友没来，我赶紧给录个视频，一会儿朋友来了就不方便了。除了我爸妈，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情，干嘛呢？我要亲自下厨给师父做一个满汉全席的压轴菜，佛跳墙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呢啊？然后还给大家精选一个礼物，一会儿看师父打开有没有惊喜。走了，这么大的海参，够大了，给我脸那么大。一个海参，然后花椒，一个大花椒，放的杨树，对，杨树树，这个，杨树树，可以放。哇，这也太像太牛了。光有硬菜没有酒也不行，看我这次给师傅特意选的酒，他们啥好酒没喝过呀，但是选酒不能光是好喝，还有历史，还要有一些故事可以讲。这我给选的马地利的 XXO 酒，这个他们家酒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，已经是九代酿酒师的传承了，特别符合今天的主题，传承嘛，对不对？尤其他家的富含的生命之水都已经陈年于14年以上了。尤其我手里这瓶马地利的 XXO 是这个品牌的记忆突破作品，陈年的时间更加优秀，甚至还有超过60年窖藏期的生命之水哦。一般我到年底的时候聚会都是拿这款酒。没吃饭之前先锻炼一下。呀呀呀！快快快！我期待的哦。哎呀，来啦！师傅，您一定要说实话，它怎么样？咸吗？不咸不淡。哎呀，太好了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